常见的七种保存食物的方法。一、冷藏，将食品放入冰箱冷藏室内，在0到4摄氏度之间保存。二、冷冻，将食品放入冰箱冷冻层，在0下18摄氏度以下保存。三、速冻，将食品直接放入冰箱冷冻层，速度要快，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冷冻保存的目的。四、干燥，将食品放在通风、干燥的地方，避免潮湿和水分进入，防止霉变和腐败。五、脱水，将食品放在低温、高湿的环境中，使水分结晶，去除水分，防止变质。六、熏制，将食品放在含盐的空气中，吸收水分，使表面呈金黄色，以防止腐败和延长保存时间。七、真空包装，将食品放入真空袋或包装盒中，抽取包装袋或盒内的空气，达到低氧保鲜的目的。